前面，前面没走过了，要回家吗？他抱了。今天玩开不开心？从早上吃完饭，他就一直在沙发上酝酿睡意。你怎么这么……快合上，快合上，快快快快，别别劈开！小姑娘家家的，你干什么呢？好好的，不要劈腿，不要这样，快合上，快合上。好，睡吧，睡吧，睡吧。啊，睡吧，别翘脚，别翘脚啊！别翘脚，大姑娘家家，别翘脚，别翘，别翘，不要翘脚。你是个小女孩，知不知道？不能翘脚，哎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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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